经验。要怎样特写啊？那就是有字啊，那种，这种是伤心嘛，是吧？那种是这种是地址码嘛，是吧？型号啊，是吧？电容差啊，是吧？航空差嘛，是吧？基本的那个都 OK 了，然后再拍一个整体就 OK 了，看到吧？53